五千块什么零？五千块什么零？五千块什么零是吧？你封五千块，我封什么零？我封五千万可以啊，我封五千万，你封什么零？宝宝跟什么零宝宝？好吧。随便，宝宝杀猪刀宝宝，杀猪刀宝宝。对对对，杀什么零宝宝？刚刚宝宝很硬，咱们宝宝。对对对，风系宝宝都硬。我开个小，看一下他们血量。没，他们又没血了。他们又没血了啊？又没血。我先提血的。就在这啊，等一下切换对称啊。我先切血灯。你切血灯的话，我你给我加把流音，你看一下我有没有残胆块。啊，等会，我先那个啥吧。你这把你可能应该比他们快啊。对，他变的是小卡片。哦，他也用这个套路了。他对面也是跟咱们一样的套路啊。清风，我保有抗性，死不了。有抗性是吧？死不了。你给我加流音，我得比他五张关快，他五张关就清风接不了。OK， 我给你加流云，然后你去分杀猪刀，好吧？你去分。我这一把封杀猪刀没毛病，兄弟。对，你去分他一把。对，你下一把给他来一把名字，先把速度给抢回来。他准备还要清。我这把给他丢把流云呗，啊，丢把名字，对你给他来一把名字。OK， 我给宝宝卡个药怎么样？不需要卡，你就给他丢名字，我套他就行了。行，我给他丢名字，你套吧。对，宝宝跟他爸爸。他没了。想分我，想分天空，他在想什么？下一把我可能比他快了。你丢无魂，我来套，怎么样？我去套他。你套没用，他这一回合要清空万月，兄弟，你套没用。你丢无魂，我来套。哦 ，OK， 我丢无魂，你来套，可以的。他这一把其他肯定是要清空的，你懂吧？嗯。对吧？你有速度，你有速度，可以的。红卷。没地方，他没地方，他分血残影了，我靠，宝哥。没关系，风系一二速，不怕。这样。对吧，你去把他那个孩子给清了吧，宝宝是其他孩子啊。我把他人给套了，怎么样？一点啊。我套他人呗。对，你套他人，我去踩个他呗。啊，你去吧。行。亲残长的宝宝吧。亲那个亲孩子，孩子亲孩子，不亲孩子的话，他会有问题。他妈的这一把没中。对吧？没中的话也没事。他没有大风脚，我这个宝宝飞了，我就换那个宝宝了，我换那个专门亲小孩的力劈了。还是我来封残斩，不然他要清风。我封残斩，你封神木林，好吧？嗯，我封神木林可以，我封神木林，你封残斩，去把他龙宫孩子给，去把他那个孩子给。嗯，我宝宝死了，换很多宝宝。可以 ，OK。这孩子必须得先清了啊！你别死了，兄弟！我操，这妈的，这没封中，加流云诀了。他下一把比我快了。千里之斑。他下一把比我快，我直接接一把罗怎么样？我是分吧，那我去分吧，这一把。对你接我接罗，你宝宝写法术反月，他这一把要清风了。他清分 ，OK， 那我他清分的话，我去分测试呗。对，那你直接封测试，对吧？我直接分测试呗。那我接不接罗？接啊，你罗必须得接啊，万一没分中，没分到嘛。我操，炮哥，这有加气啊，炮哥。无所谓。我操，这把我又神了，我操他妈！可以哦。我给你宝宝打将近血。对，你给我宝宝打将近。你封对面的，你封对面。我封杀猪刀。你不用封杀猪刀，有罗汉，你封他干嘛？你封对面的。五张冠，不分五张冠没意义，我必须得分三张刀，你打这样就行了。行，有龙汉的话，咱们能少这点血的话，那也要少这点血啊，是吧？你看，我这把的话，我直接几个毛呗，怎么说？几个什么？几个毛？毛是干嘛的？毛是加伤害的。我操，你给我顶了血，他起不了毛了。我去分残斩了，我分残斩了。你封残斩，我几个他？好吧，我几个他？你起了啊 ？OK 可以。我怎么没看见我的塔在哪里啊？不几个，你们两个都封不准啊，兄弟。哎呀，封不准的话也没办法呀，后哥。他下一把得封我，不然的话我能清风万月。你给他丢无魂吧。我给三只刀丢无魂是吧？给，我直接接罗，好吧，我直接接罗。你接罗可以，那我直接给三只刀丢无魂。你给五条罐丢无魂啊？他五条罐丢无魂没用呀，没意义、啊。他五条罐套我怎么接罗啊，兄弟？你有速度呀，宝哥！他有速度了，他加了流云啊，兄弟！加流云的话，他应该速度没你快吧？你看见没有？你这 PK 的话纯瑕疵啊！不过也无所谓啊，这。我操，他大我大也没有。你把大鬼把他宝宝带。你人给宝宝顶个药，我直接清风，好吧？我人给宝宝什么顶药？人家武装官套的我呀，大哥。哦，那你只能给他丢发明夹。我给他丢刀丢发明夹，只能这么操作了。你宝宝给我宝宝顶个血吧。行。其实你宝宝挤我，你去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宝宝应该去挤我，然后你人物去分一把的。
没关系。你能不能把金刚猫有点写出？你万一被套中了的话，不是那个出不来了嘛？不好，没有完了。我去破他卡片，我把他卡片破了，就有他怪了。你破卡？对。你觉得我这回应该干嘛？你先封啊，你先封武装怪，再出宝宝，干嘛 ？OK。那我这回的话，给他打个字不就行了吗？打个花地刘老板。哦，不是，我应该他刘雨宁这都打过了吧？对，刘雨宁这好像都打过了。但是我在看微信啊，看看。破掉没有？没破掉。啊。我封神木林，你出宝宝 ，OK 吧？你封神木林。对，你出宝宝，他现在是异术，他心中万月，他万不了。我封神木林，你把宝宝给出来，你出个龙宫小孩给他卷起来呗。大哥，我没龙宫小孩啊。那你反正得出个宝宝呗，拿冠军了呀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啊！人跟我说拿魔星主干，拿魔星主冠，怎么就换算法了呀，兄弟？我这算法牛逼啊，浩哥！你这是没把他当人看了？你这把没分钟的话，你砸死浩哥真的。他这把分钟的话，咱们掉没了呀，浩哥。哎呦！我想想啊，这把的话，我再出个宝宝，你去分他吧，怎么说？行，你说宝宝，你说，我来封。我把他孩子变天了，这孩子的话必须得死。对，还早呢，才15回合，兄弟们，还早，不用急。这孩子必须得死。你就打，就打的，你就打的这么凶吧。对面也来冲你了，兄弟。哦，咱们不会输吧？打他们俩不会输吧？咱们是血战二标无敌组队的话，打他们两个小卡拉，你不会要输吧？下一把你还得出宝宝，兄弟，你不出宝宝，你得死啊！你出宝宝，我给你顶个药，怎么样？这样。你出宝宝，我接罗，只能这样打，不然他心里他心里激发解神木林的话没了。可以，我出宝宝，你接罗吧。对，来拉坤，我必须把这孩子给清了。这孩子不清了，他妈的，咱们他妈怎么又拉坤了？我亲孩子呀、啊，不知道孩子死了怎么办啊？孩子不会死的、啊。行，牛逼。怎么说？这把是不是血战豪哥？这一把我罗汉怎么说？有没有东西？这把的话，咱们都血战豪哥。可以啊，血战豪哥。我出宝宝了，我出宝宝。你出宝宝，我去分他一手。我出个龙宫小孩怎么样？你出个龙宫小孩的话也可以，我这回给自己顶个血呀、啊。对你宝宝没他快，你顶血不一定顶得上，兄弟。我宝宝不是我能给自己顶满血。行。你宝宝应该没他的顺法快。我宝宝没他顺法快的话不好说。没有，他肯定是米顺法的。OK。你直接封我打加进去他没了，你封我打加进去。豹哥，这三中刀的话，这回肯定是宝宝开自己啊！宝宝开自己，那你直接人物给人物顶个药。我给人物顶个药是吧？那我肯定得打这家定期，防止他出宝宝，对不对？我给自己人物顶药，给自己人物顶药。直接一把天地，我操，来把天地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天地他出顺机，把顺机给你顺没了呀，兄弟。嗯。那你这还是出不了手，豹哥。能出手，他肯定是取秒的。来绿一把。你宝宝没绿，我操！宝宝没绿的话，这下一把怎么说？下一把的话，咱们你去套三柱刀，然后我去把罗，你先把罗行。这把的话必须得把罗汉套。这把必须得套，套不中感觉没了。套不中感觉没了，我也感觉套不中的话感觉没了。套不中的话，兄弟可以说你死了，兄弟。啊，别说了，咱们打到最后吧，好吧。打天地。我操，这天地的话。你出个宫宝宝，你出个宫宝宝。他这死天地的话，咱们不亏啊，宝哥。是不亏啊，你出宫宝宝呗。OK。不好，哎呦，还好，我给你人顶个药，你出个宫宝宝怎么样？我出个宫宝宝的话，可以啊。我套他吧，你出宝宝能回血，我先套他，行不行？可以，你去套他。对，速度好像没他快呀、啊。没他快，他不一定封我的呀。OK， 可以。我出个影宫啊，我出个影宫啊。对吧？他不一定封。封我的话，咱们血战啊。血战了，他肯定是要封我的呀。我有点没看明白他的操作，你能把这个龙骨小孩的高鬼魂给打了吗？换个高神的怎么样？高神他妈纯粹有瑕疵，是吧？我踩个纸人了啊，你踩个纸人，我人物把你的封印给解了，怎么样？你人物的话，解我封印可以，我纸人宝宝我是杀取名了、啊。对，我人物不解你封印，下一把很难受啊。可以啊，OK 可以啊。下一把最后一把罗啊。嗯。可以。来宝宝来罗，你能给我宝宝打个真娘不？我他妈没零元，哪打真呀？你这那这样，我去分一把三支刀，两个一起封吧，兄弟。那你分我财产吧，不然罗汉就不放。那你宝宝给我顶个药。给你顶个药。这不顶药没了，你还嫌什么呢，兄弟？顶吧，给你顶了啊。还给我宝宝顶个药，这不顶药都没了。我应该给我顶个药呀，我咋给你顶个药？我操！你有盾你怕怎么样？我把他宝宝封了，你别管。封宝宝管。我直接指着天神护体呗。你起天神护体，我封宝宝，你宝宝直接拍法系吧。
OK， 我直接发话，我应该能接住，等你孩子起来我直接接吧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全部给他套起来，群魔的地神先行，咱们两个一起封，好吧？咱们两个一起封，我觉得地神先行也没用，实话。我可以，咱们一起封可以啊。引弓继续压他。我给引弓继续压他。小哥，你在干嘛吗？你在通勤。你真的烧了，通勤啊！你都连点赞都没点赞，你那我接他不知道呀？可以，舒服。他直接换了，浩哥。可以，地神先行也。没满吧？我怀疑他这个先行都没满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宝宝，你封武装冠，我还是封武装冠的宝宝，好吧？不，你是吧？点个灯，怎么说？你他妈就一个单位，我点个灯。那你去分，那你分个宝宝，你分宝宝，我分宝宝。啊，你分宝宝。他龙龟要解封。他龙龟解封的话，我给他丢吧，无魂呗。哦，可以。龙龟解封，你分宝宝就行了，浩哥，你不用管他了。亲亲。哇，他听了，浩哥。舔过来，舔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宝贝。我操，完了，浩哥，我不会要死了，浩哥。死不了，你有天神死不了。浩哥，我就带他去了。稳得住，我想想看。你先躲，我人物帮你顶个药，好吧？你速度有没有对面快？我速度没对面快，那你直接人物顶药，啊、你直接人物顶药，你直接人给人顶，我套对面什么顶？啊，我直接人给人顶，你套什么顶啊？对吧？我怕对面换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也感觉对面会换，来 ，OK， 可以。我宝宝取秒了，我宝宝也给你。套了，你把人物套了，你去把人物套了。我靠，起天地了！天地了，但咱们有点，咱们这样的话，咱们有点太。起天地的话，我宝宝死人无所谓，这样。这又怎么样，兄弟？浩哥，你能起罗汉不？我起不了。那你这一把，我踩塔。你踩塔，你去给神户丢个发问夹怎么说？他头上有无魂，我先踩一把他，不然老大妈扛不住了。OK， 你踩塔，我下回我直接接把罗。啊不，你能不给宝宝顶血？你能不给宝宝给孩子顶血？我他妈人都要死了，我给宝宝顶血啊！我操，我死！兄弟，下我操，完了，我被坑了，不然我下回起把罗汉。你这宝宝有啥用啊？我这宝宝直接一把无敌，你不用管，你把我解出来好吧？你把我解出来。我他妈咋解你啊？你听到外面一把，我出宝宝。你我出配速，我出配速，你给他丢无魂。哎，我你出配速，我给他丢无魂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杀猪刀这把直接没了，你听我的好吧？他就会直接这里死了。你宝宝都出不了手，我操，废物！完了！你这宝宝有啥用啊？你点我宝宝来一把，我操！哎，浩哥，你点我宝宝来打金风望月怎么说？不行，我清风望月，好吧？对，我宝宝先起法术繁育，还是先顶药？然后你宝宝的话解我人物怎么样？我清风万也解两个的，老他妈解你，你会玩啊，兄弟？哦，行。你给他丢无魂，给法系丢。我他出心死了，完了，宝哥。你给他丢无魂啊？不过丢过来，上把无魂不是刚丢吗？上把无魂刚丢呀、啊，兄弟。他、啊、你看贴保护了，他有什么东西、啊？他有烟斗神。点我啊！这把贴着他顶点，我觉得这点不行，他没了，宝哥。我跟你说，不能让他起天天地了，咱们一人，你得把他给封了。OK， 我把他给封了，我往去扎杀猪刀了，好吧？对。我操，你这封。我这封的话也不怪我呀。纯尊费，真的。我操，武装。我宝宝是不是比你快啊？我宝宝没你快。我操，我两千多的速度，你怎么比我快啊？我宝宝捡你，你给他丢无魂。豹哥，我有个想法，豹哥。你说。我给宝宝打个笛子怎么样？你宝宝打个笛子，你宝宝能出手吗？你打个笛，你打个笛。我宝宝速度，600多的速度。那你打呗，我感觉我给宝宝打把笛子，杀猪刀直接死了呀。我感觉有点浪费灵元啊，兄弟，感觉。你不拍手的话，绝不免杀绝活啊！不拍手不能，你这回合的话，你别管，你别管，我有操作，你别管。OK， 来，杀猪刀直接死。你他都死了，我去套他干嘛呢，兄弟？嗯，他套你了，宝哥，你这把干嘛了？我套他呀。你套他。来，直接跑，兄弟，跑2500，死人3000，我操！咱们有一组冲吧，冲吧，兄弟，冲吧！我完了，完了，我操！你出宝宝，我宝宝捡你，好吧，我直接把他给套了。涛哥，我3000灵元，你觉得能不能打死他？打死先不急，他们现在还没跑，你现在打雷，他直接跑了。你出宝宝，我捡你，再打几回合，好吧？直接雷了，涛哥，不管了，直接雷了。他有毒，他身上有毒，应该能死。那我也捡你，好吧 ？OK， 你宝宝捡我，他2200的血应该得死。怎么说，豹哥？怎么说他跑了呀，兄弟？怎么说？他不让他跑呀，你封宝宝呀？我封宝宝。对，你把他们宝宝都给封上，咱们不让他跑。你直接封他，我封法系宝宝，好吧？哦，你封法系宝宝可以。对，法系宝宝我封塔塔啊。对。就打野外的话，老是跑的话也不好玩呀。干野豹哥，他这想跑也跑不了。
换顺法，换顺法，两个一起换，好吧？换。我没顺法了，我没顺法了。我换了。行，你换吧，我出宝宝了。你给他宝宝丢无魂啊，他那个宝宝拉人怎么办？哎呀，那没办法，他那宝宝拉人的话也没办法。行，我换。不换吧，你换吧。不能跑。嗯。他肯定得跑，他武装冠宝宝拉法系，法系得跑。你看没有？他能拉了。我换。直接压死怎么说？一个都别想跑，法年。他换宝宝可以，豹哥。那他告诉我没？他换宝宝，我有点没看懂。我去报警。你去套，我直接站在你前。他的宝宝是不是杀人宝宝呀？我操！你管他是不是杀人宝宝，你去封，我站在你前，你别让他说。你去封，别让他说就是。OK， 我封了啊。可以。可以这么说，想跑的话不可能。他们现在还不想跑。他们还想反败为胜啊？反不了。反不了，我也感觉反不了。这样。你出个宝宝吧，我出地听。你出地听可以，可以出地听吧。我出地听的话，直接干张哥。你出地听可以，我这把的话，我直接那个丢把无魂呗，我给他看丢把无魂啊。但是他人物拉的话，他如果人物拉的话，假如不是那个你出地听的话，哦，他解不了呀，我操！你能他人物拉也没有，可以，我给你啊，宝哥。我出地听，我想一下地听怎么出手。我出地听。他武装冠可能换，你给我地听顶个药，你给我地听直接顶个药就行了，好吧？你给我地听顶个药。对，你给我地听顶个药，我关照万象的话，直接就。我直接搏一把吧，炮哥，我罗汉呀，他换也死不了呀。他换顺气怎么办？换顺气打在我宝宝身上呀。行，那我犯战哥了，兄弟。你这把，你直接点神户林的宝宝苗吧，直接点神户林的宝宝苗。独自在顶峰中，冷风不断的吹过，我独寂寞。这个伤害的话怎么说？点名，兄弟，点名。这伤害的话，你这没虚名的话，左路不带。你大哥的话就别放战哥了，真的丢脸，浩哥。我还有宝宝，我换杀人三恶。你换杀人三恶的话可以，那我这我也不用换，我换尹公冲了，我再换战哥这个。你先把分大户好了怎么样？我没封，我先出宝宝了，我出顺气了。OK， 你出宝宝 ，OK 可以啊。哎、他从来没有高感色，你看没有？换的好不好？细不细？你说。可以。细不细？哎，可以，牛逼，宝哥。我这一把封红了，他没花招了。对，这样子，我这把的话直接是跑他一把，我不让他跑。对你封人，我封红孩啊。对，你封红孩。对，不让他拉人。你放火好了，不让他拉人啊！这八技能关照万象虚弥的话有瑕疵啊，兄弟啊！八技能虚弥关照万象的话有啥瑕疵啊，兄弟们？怎么说？没，他是红袍鬼魂的嘛？一个别想跑！哎、你这宝宝怎么去杀那个呀？你把他肯定要死！哎呦，他这龟速拉起来有点想跑啊，兄弟！浩哥，不要慌，我这把的话是凑上他一把，你去泡一把残影怎么说？你去分一把武装冠。他武装冠还没出来，你这是啥宝？我给你宝打这样，你行吧？我宝宝避雷。我给你宝打，这样你行好吧？打先，给你自己宝宝打，给你自己宝。那我先把残残给顶了。啊，对。你给你自己宝宝打，他顶死了，我靠！你疯了，你怕啥呀？我操！我现在3%，无所谓，死不了。你给你自己宝宝打，给你我宝打。哎，他这次怎么杀我宝宝呀？我没看明白。那他平时干嘛，兄弟？一刀，面包，快了，也快了。他还有七八千个血吧，宝哥？还有七八千，那你疯的，我疯什么你？我分担，你分什么零可以？他还有七八千个血，这把的话咱们不好打呀，宝哥。好打，好打，好打，你放心，你别管，好打，我把神明给封。OK。你这把只要封中的话，包赢。来进去。我操，瑕疵。他又打天地，就你没封中，他就打天地了，这怎么玩，兄弟？你宝宝怎么操作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宝宝怎么操作？我宝宝打神明也没毛病啊，打他九转啊。OK， 你宝宝必须得打神明啊，16000可以啊，宝哥，没瑕疵啊。这样，这回合你封他，我直接给你打天地就行了呗。你给我打天，他产生了没有攻击单位，可以，你对不对？对吧？你给我打，没有瑕，这操作的话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兄弟，你别管，你封他。OK， 我封他，你给我打天地。对，神明起来，我再给我宝宝打个天地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天地的话，你起个盾，天地的话有点好吧？你起个盾，他别换了，兄弟。他要死了，他最后一个九转了，他说了，不能让他说，兄弟，不能让他说啊！你的宝宝多少速度啊？我的宝宝肯定比他慢，你别管，你直接换宝宝，我给我宝宝打天地就行了。他要说了，这样，我给他丢个无魂，不让他跑。行，我给我宝宝打天地。你也丢个无魂呗？怎么说？我不给我宝宝打天地，他一把全灭，我宝宝不死了吗 ？OK， 可以。他们都换宝宝了吧？我靠！
这打天机的话全给放呀，胖子！我操！一刀，练刀！你直接换他，你了吧？还有七八千的水，你别管，我直接给他宝宝给套了呗。给你给他宝宝给套了的话，我给你宝宝去打，你宝宝甚至把神木林杀了行吗？行，可以。你宝宝甚至把神木林杀了，可以。你不是有雷吗？我有雷的话，我有雷的话，我操！他说他要说了，胖子。他跟你开玩笑呢。他打真牙了，胖子！我操！胖子，咱们就死了，胖子。完了，胖子，咱们这个的话只能够揍了，胖子。你别急，死不了。一点，来再走一个。啊！你宝宝，胖子，你这宝宝牛逼，胖子。这样，我拉自己起来。你拉自己，我把他的乌龟给套了，他拉不了神木林，他得死。哦，你给他乌龟套了的话可以，我给他。你宝宝比乌龟快吧，兄弟？我宝宝的话肯定比乌龟快呀。OK， 来。来，我这把，炮哥，我这把的话给他们吃把大刀，炮哥。可以。看我的啊，什么都需要放战歌吗？这边的话。哦，战歌的话不用放，咱们这一把的话，我直接给他吃把大刀。我这宝宝的话，你点评。你这宝宝的话，一个别先跑，我操！这。我操，刚才说了，炮哥。说不了。说不了是吧？一刀一个，说不了。怎么说？这么说，炮哥。反正得死一个。丢魂，两个一起丢魂，这宝宝看。我直接给他打雷，这乌龟应该直接死了。两个一起丢无魂，你宝宝点他自己，你信我的。大哥，我宝宝一千多的速度怎么点啊？那你宝宝给自己顶个药，两个一起丢无魂。我宝宝的话确实丢你，丢别瞎跑，你丢了呗？丢了。你别笑，你尊重我，你别笑。打雷了啊！啊砰！我操！胖哥，套你娃的，赶紧跑，兄弟，赶紧跑。